在家，现在我要开始做无水鱼。现在我开始切红萝卜。然后切洋葱。然后红椒。然后切一点木耳，然后切一点青椒，然后现在我要炒鸡，这个是鸡丝，放一点盐。然后我下这个煮水一下，味精放一点，糖放一点，香油一点，可以。